让他偷他的手。丢布基地，师傅他咬我。什么？假的？你搞咩？刚才是一个意外啊。我会这样圈住你一辈子。不好了，完了。来三二一，再试过来。现在要走啥呀？鸡啊，红鸡啊，红鸡。哦，有点难控制呢。好朝鲜活，我的大刀已经是可能的了。现在已经能动了，崩溃的边缘。你也抢话了，我还有船。可是我爱吃鱼，那他们夏天也没有雪人谷。咱们就不迎接了啊。哦，厉害！是这么厉害吗？太帅了！